自己不愿意回，还是何方丫头不让回？姐夫，你跟我来。姐夫，你有什么新计划吗？知道胡宗南司令官吗？他是34集团军总司令，又是陕西第一人，我当然知道他。人称西北虎，这个人势力很大。大概你还不知道，他和戴老板的关系。不知道。他跟戴老板的关系非常好。我在南京受训的时候，戴老板亲自跟我说，在西北有什么大事都可以求助于胡老板。这个戴老板这么信任胡司令，嗯，可是他跟我们对付何福堂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当然有关系了。胡司令有两个炮团，就在汉中。他过两天要去视察，我想借这个机会给他发一份密报，就说何福堂在风雷镇私立山头，而且有亲共的倾向。你想他会怎么样？他一定会去风雷镇兴师问罪。那个何福堂死有余辜，可是姐夫，我姐还在风雷镇呢。我们应该先解决了何福堂，至于你姐姐，我会另想办法。把这个人给我抓过来。是。我看你有兽相啊！啊？这个人只要活在世上一天就有福缘，你呢要好好的珍视他呀。啊，我给你讲个故事。过去有一个老和尚啊，和他的徒弟一起出游，他们来到了河边呢，看着站着一个女的，这个女的胆小不敢过河，老和尚呢背起了这个女子就趟过了河，到了对岸把她放下了，然后师徒二人就赶路啊。这一路呢，徒弟心里就不得安宁，实在忍不住了，他就问他的师父说，师父，您今天可犯了戒了？老和尚说，我已经把她放下了，而你没有放下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多少年过去了，福堂早把这些事放下了，你呢迟迟不肯放下。这点事儿算什么呀？非得搭上一条性命你才罢休吗？这可不值啊，是不是？找我什么事儿？坐。不坐。其实我觉得朱彩玲和赵小姐都不适合你，程丽雪才是跟你最般配的。什么意思？
我想要成全你们，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。我就知道你是有说法的，来，你说，什么意思？你说吧。我想要离开风雷镇。离开风雷镇，去找王三春的旧部，招兵买马，或者找已经死了的那个牛旅长，找他的魂儿一块儿回来杀我。你答不答应？不答应。那程立学可要倒大霉了，他要出大事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答应了我再告诉你。我答应你。你知道华大成为什么把程立学丢在风雷镇吗？我不知道。因为霍大成就是魏正先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谁告诉你的？我看过他们的结婚照。你告诉程立雪了吗？我没告诉过任何人。不过我想这个时候应该让他知道，让他知道魏正先就是我大姐夫。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怎么迫害我？怎么杀了你父亲？包括你为什么要砍掉他的左手？你千万别跟程立雪说，他太单纯了，一定受不了这个打击。另外，魏正先远远不是你了解的这样。什么意思？魏正先。西安军统特工，代号易先生，化名霍大成，在西安教育局作为督察潜伏。我们在西安交过火，后来这个霍大成失踪了以后一直没出现在风雷镇，我就派廖大牙去查他，跟到西安教育局的时候被魏正先给杀了，包括树敏和程立山结婚应该也是魏正先操纵的。后来胡旅长到这儿来抢我们银行，被我抓了，我才知道魏正先就是霍大成。王三春者，蜀中一刁民也，其父早亡，其母跛足，对其管教无方。狗贼自小怪癖凶残，粗蠢好杀，一十三岁便拉杆造反，纠集党徒，胁迫良民，几十年来居然削据弥长，削徒甚众，这帮纵情无笨狗值得如朽唑，趋利如坠石，杀人如剪草的乌合之众，对川陕甘几十县镇打砸烧抢，无恶不作。王三春身为匪首，血债滔天，连累无辜百姓何止千万，今苍天有眼，被我何司令圈拿，必当替天行道，把贼人千刀万剐，尸横遍野，风剥皮，狗啃骨，让其万劫不复，永世不生，则人心大快，四海安宁。哥，嗯，有点事儿。怎么了？县政府的周主任说明天上午有个高官要来视察。你让他进来。
何司令。哎，钟主任有时间啊？哪位高官要来视察？快准备一下吧，明天上午胡宗南司令要来视察你的风雷阵。谁？胡宗南司令。胡宗南，这么大的官上我这儿来干什么？胡司令啊，本来在汉中视察工作，昨天上午忽然电话打到县政府，点名要来风雷阵微服私访。他老人家发话了，谁敢多问呢？总之明天上午就到，你准备准备吧。确定吗？确定。啊，给我你送走。这个胡宗南不是在陕北打共产党吗？来咱们陕南干嘛？不打，来者不善。我这给姐夫打个电话。接李局长。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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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知道了。怎么说？姐夫说胡宗南在陕北吃了败仗，让共产党给打了。蒋介石特别不高兴，现在正重整旗鼓，准备再打陕北。这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？他这次来汉中主要是整顿炮团，怕四川的新四军把川陕公路给打通了。但是为什么来丰雷镇，他也不知道。哥，是不是咱们声势壮大了，他看咱们不顺眼？这事儿要不是魏征先捣的鬼，那才出怪呢。不大，甭管谁捣的鬼，那胡宗南可是有几十万嫡系的王牌军啊，咱可惹不起啊。我懂，夹着尾巴做人，这个道理我懂。把人员和装备化整为零藏起来，不招呼不许出来。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喘口气儿。你们谁是何福堂？我是。您是哪位？我是胡司令的侍卫官于四宝。哦，你好，长官。那胡司令在？胡司令就想一个人随便走走，不需要你们陪。你们忙你们的。哟，那可不行，到风雷。走吧，走，有什么好陪的？走走走走走。老哥发财啊！发财发财！哎呀，这些东西都很新鲜呢，啊！一看您就是行家，我这个店啊不卖陈粮。嗯，你这个店每个月租金多少啊？1块钱。哦。这胡司令来干什么呢？不是微服私访。微服私访，我怎么这么不行？1块钱，哈哈，那还真不贵啊。是不贵。那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？也就12-13块吧。哎，还不错啊。嗯，你这么大一个店，投入可不小啊。我可1毛钱都没花，都是何福堂何老爷借我的本金，300块钱。你说何府堂借你们钱开店？对，而且不要利息。我们这条街大部分买卖都是这样的。何府堂何老爷盖的门面，提供资金，
赚了钱再还他本金，而且租金还不贵呢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哎，您看你这话说的，我一个卖粮食的骗您干什么？句句是真的。这老头要干嘛呢？啊，好香啊！啊，您尝尝。慢走啊您。满镇子都是陌生人。来了多少特工？估计是有三四百人。三四百人。三四百人。幸亏你安排的早，把咱民团给遣散了。没用，遣散了也没用。来了这么多人，遣散了也没用。福堂，他叫他。司令，午饭我们已经备好，是这儿最好。你这里挺好的，这里风景名胜不错，你的口碑也不错，这里的百姓都很拥戴你，你是个好司令。我这次来没别的，大家都说这里的事情很多，有很多种说法，我想亲自来看看。你的部队呢？我的部队藏起来了，一听说你要收编我。你挺老实的，我喜欢老实人，我就是来收编你的。我给你一个少将师长，委任状都带来了。司令，我不想被收编。为什么？是我那里不好，还是我这个人不行啊？没有没有，司令，我就是一个建筑师，我只会画画图，盖盖房子，我做不了什么司令，我也打不了什么仗。该为我效力的时候，干嘛不为我效力啊？给你脸了是吧，何福堂？司令他要收编你是给你面子，你怎么还在这儿推三阻四的？我说的是真话。你要是不说真话，我早就不在你这里待了。好吧，何福堂，你考虑一下再回答我。我给你两个小时的时间。我现在有点饿了，想去吃口东西。不，司令，我们吃的东西都准备好了。啊，我就想吃点小吃。你们这里的乌鸡羊杂汤不错吧？啊，对对，乌鸡羊杂汤。我去吃点羊杂汤。啊。老公，等胡宗南吃完饭，你领他去学校视察一下。多给我一些时间，这件事情我来办，好吧？快走，快走，走走。我说你老跟着我干什么呀？不是，你快出去探听探听情况去。啊，知道了，夫人。哎，夫人。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，没什么事儿。那个我这不是没地儿去吗？我就说找你家小姐聊聊天。啊，那跟我走吧。哎。怎么，这是送行酒？是送行酒。那我得喝一杯。福堂，我是快入土的人了，
有件事你得老实告诉我。我这辈子没儿没女，你嫂子邓芝芳是我唯一的亲人。你告诉我，她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？活着呢。真活着？真活着。你没骗我。我没骗你。好，我信你。福堂，来，咱们喝酒。我此时不知道是在西安的教室里，还是在风雷镇的教室里。西安算什么呀？我们程老师可是北平燕京大学毕业的。何福堂连燕京大学的人都能请来，我还真没想到。他是教我们数学和英语的，还要给我们排新话剧呢。话剧？
请问程老师拍的是什么话剧啊？是屈原。哦，程老师，我对文艺也有所涉猎，可是我不知道有屈原这出话剧啊。这是近年的新作，作者是郭沫若先生。郭沫若？郭沫若公然在报纸上羞辱蒋总裁，被国民政府通缉后跑到日本去了。抗战开始，听说他又去了重庆。我只知道屈原这部作品是具有自由精神和浪漫主义的好作品，我的学生应该学习他。至于是什么人写的，我们不在乎。请胡司令给同学们训话。同学们，今天来到风雷镇，让我大吃一惊啊！这里的集市比汉中还要热闹，还要红火。这里学校的教育和西安、南京没有差别。这充分的证明何府堂是一个有文化意识的人，这个政绩了不起呀！希望在座的各位学业有成，报效国家。同学们，感谢感谢胡司令。司令，我们老爷为您准备的礼物已经到了，请您过去。好，掌声欢送胡司令。胡司令请。同学们，我们继续。小姐，夫人来看你了。姐姐。妹妹，坐。哎，姐姐有话说啊。妹妹，是这样，你们的事儿府堂都跟我说了，以前是我冤枉你了，你别放在心上啊。姐姐太客气了，这是人之常情，我从来没有怪过你。哎，那就好那就好。哎，府堂平日里忙，可能照顾不过来，你需要什么呀，要吃要穿，你尽管跟我说，我帮你弄啊。嗯，谢谢。真好看。哎，我说的是真心话啊。你和府堂兄妹相称，可是作为女人，这总不是长久之计呀。你也得为后半生多打算呀。哎，要不，姐姐你放心，我们两个人之间早就有了默契，就是朋友相称，兄妹相待，今生今世绝不越雷池一步。哎，不不不，妹妹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啊，你可别误会啊。我就是想说，你得为以后多打算，你得为以后多想想，我真的是为你好。我就算是能活到60岁，那从今天往后的日子算起，也是丝毫都不能耽搁的。啊？妹妹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姐姐。哎。这是部草稿，是姑娘新近完成的，将来成书成册了，全书要分成4部，是给李商隐的诗作注。啊，李商隐是比较容易的，起码要用10年。后面还有陶潜、杜工部、苏学士、李太白，一个比一个难，我的时间真的不够用的。啊，哎。同学们就是好，这个姐姐不懂。
司令，这儿呢是每天作为打靶场，子弹大概消耗要2000发左右吧，实力雄厚啊。这边是兵营，再往那边走就是食堂。这个人犯的什么罪啊？这个人是我的仇人，我儿子贵贵就是被这个人给杀了。明天是我儿子忌日，就要处决他了。那陕西的一个土匪叫王三春。司令，您看这边啊。你说他叫什么？王三春。王三春，你就是王三春？怎么了？你谁啊？想陪我死吧你？这可是个宝贝啊！啊，何福堂，把它交给我吧。啊，司令，他是我的仇人呐。明天是我儿子忌日，大家都准备好长时间了，明天就处决了。把他交给我，我记你个人情。奥司令，不用记人情，您要是真喜欢我，我就可以送给您，没关系。何副堂，收编的事你到底考虑的怎么样？奥司令，这个真挺难为我的，我就是个建筑师，您让我天天在镇子上画画图啊，盖个房子，跟老百姓们天天在一起，我还行，我真带不了兵。行，不愿收编就不收编。当你的荒山野老去吧。谢谢司令。不过何福堂，陕南可是我的军事要冲啊，你得让我安心才好。这个您放心，司令。何福堂，这个事情关系重大，这事不能说出去啊。这个您放心，司令。行，何福堂。我走了。好，以后有什么在陕南解决不了的事，直接给我打电话，我一会儿让他们把电话给你留下。哎，谢谢司令。走了。一直无灾无难，你想过为什么吗？这都是府堂善待了你啊。可是你一口咬定你爹是府堂害死的，那府堂的爹是谁害的呢？哎呀，这个做事呢，要有个定数，要有个分寸。你也希望王三春能够救你，但是他现在自顾不暇呀。像你这个样一直执迷不悟，以后就是府堂对你不怎么样了，那对你自身也不好，是不是啊？妹妹，嗯，哎，志兄，我能谈吗？嗯。说，这琴还真好听啊。嗯，这把琴是义安居士的藏琴，后面有款的。啊，是吗？嗯。啊，难怪这么好听，原来是把古琴。嗯。夫人，夫人，出大事了！什么事儿啊？慢慢说。司令，司令把王三。
说放走了？是啊，夫人。彩玲，都别拦着我！今天谁拦着我，我砍谁！彩玲，你要疯啊！你知道那什么人？那是胡宗南！他妈管他是谁，放走王三春就不行！我儿子仇我还没报呢。走走走的，王三春这次必死无疑了，谁杀不都是杀吗？我儿子的仇我必须亲自报！松开！走走，王三春这事儿就此了结了吧？您别再说大哥了，您看大哥现在多难过。再说您知道胡宗南是来干什么的吗？咱不叫出王三春，咱都没好日子过。我他妈什么时候好过过？大嫂，人都走了。大嫂，何福堂，你今天必须把王三春给我弄回来，不然我跟你没完。王三春死了，王三春死了。何福堂，何福堂实在是太聪明，居然把王三春献给了胡司令，那可是一份大礼。这个结果也挺好，我还真怕他们硬打起来呢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姐还在风雷镇呢。站长，站长，郑贤。那个桉树叶计划怎么还没动静啊？报告站长，一切都还在准备中。什么准备？那你准备到什么时候啊？我听小周说，你的精力挺集中啊。啊，据说前一阵子，你在一个共党负责人身上花了不少心思。啊，怎么样？有成效吗？站长，一切都还在进行中，所以。哎呀，我看咱们还是以桉树叶计划为重吧。啊，是。刘芳，你到风雷镇干什么去了？我。你先出去吧。是。